你过得好吗？25岁，四分之一个世纪，足够一个人长大成人，足够一个人步入社会。足够一个人变得麻木，足够一个人开始认清现实，这是个很普通的故事。25岁的你刚结束一天的工作，回到家，疲惫了一天，你决定给自己做顿好吃的。25岁的你已经不能算是初入社会的新鲜人了。你觉得工作就像烹饪，买菜、切丁、下锅，照着食谱一步步把所有事情准备好，做好该做的事。当然，你也明白，并不总是那么顺利。就算自己很满意，也不一定会被他人所认同。但是，你知道你的努力并不会白费。25岁，四分之一个世纪。足够一个人知道自己的愿望，足够一个人坚持，为了实现心中的梦想。